他以前很帅。那、啊、现在呢？还是很帅，也只能说帅。什么叫也只能说帅？那不然你要说什么？他没有帅，我要说什么？不是 T R M 也会跳，是不是要跟我一起跳？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很乐意跟你跳，我不是，因为他最近练舞练得很勤奋，就是跟你一起跳。我同学比较喜欢你。怎么了？要跳星期五了吗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就在这里吼跳。大家看到五个男生，哎，为什么一样是练团，你们变得比较好？啊，哦，然后因为你们要边唱边跳，热量要够。我们也是要跳啊。那还是要到现在我们进来一起。现在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对，哎，你们上一次开的完整演唱会多久？五个人一起，零二年，对，所以上一次五个人一起开演唱会是22年前的事，对，那是22年前。怎么样？会不会紧张？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 talking 的部分。我还以为是 follow 的，哦，是 follow 的。大家好，不要 follow 的部分，不要乱句，不是 talking 的。你有发现我已经站在五月天这边了？没有，我担心。你看那句话一出来，我就完全不担心你们 talking 的部分。可是我觉得你们一定没问题啊，而且像我觉得我们每场都是那种，就是没有明天的唱法，就是我一生中就是这一场演唱会就是要把唱好。所以刚才我在看你们的时候，心里。就是觉得就是真的很研究那个唱歌啊，然后五个人在一起的感觉，所以就是我也蛮期待。我那天有空啊，想去看。你会不会就是变成也拿一支麦克风，然后我们耳机里听到，就是觉得那个阿迪要不要站左边？太有经验了。我不会啦，我不会，下来再检讨。他以前很帅。那、啊、现在呢？还是很帅，也只能说帅。什么叫也只能说帅？那、啊、不然你要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不是 T R M 也会跳？有没有要叫困难？你是不是要跟我一起跳？没有哎、欸。我不会跳。让我为你跳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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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不是要跟我跳？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很乐意跟你跳。我不是，因为他最近练舞练得很勤奋，就是跟你一起跳。我同学比较喜欢你。你在讲什么？我同学比较喜欢你。但还是请托尔跟你跳。这你看，这多温馨的一幕，多温馨的一幕。那你是不是要跳？我其实我最近那个托尔叔叔他练舞练得很好，他从托托龙变托尔了。怎么了？要跳星期五了吗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就在这里吼跳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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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自无预料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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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你要不要？